这个是喷射汽车，一人坐的，以后都一人坐，个人玩。嗯，这也是。然后这是未来以后用那个磁力漂浮的那种车。嗯。然后这是时光机。你说小婴儿也会开，是不是？嗯嗯。啊，你以后要做什么？发明家。以后要做发明家啊、哦，哈！所以他蜘蛛网上面有他的希望啊、哦。然后还有那个希望，环境就干净一点，要不然大自然，要不然大家都活不下去。你说会没有蜜蜂，人类会没有什么？就没有地方。如果再不用一些环保方法来，比如说。我能发电，嗯，如果不用，如果还是一直用火能发电的话，那我们地球会热到要命，甚至在今年，甚至在十年后的夏天，40度的温度计都不管用。对，哇，弟弟好棒，对，好，那还有没介绍到的吗？嗯，这个就是巴士，然后它。他会用火焰控制方向，然后再，这是比较不环保的做法，但是，他以后会分成快速跟缓，快极速跟快速，嗯，环保极速，不环保极速这样子。哦，啊，这个爱心的部分。这个爱心的部分就是爱大自然。爱大自然啊、哦，爱心是要给爱大自然用。好，谢谢。